圣光与我的人生密不可分，以圣洁的光辉照亮了我的一切。在圣光的庇佑之下，我挺过了无数黑暗的考验。现在就让我来告诉你，年轻的时候我是圣光教会的教士，但我的导师却对我有别的安排。五色，对上法奥。五色，我要测试你对圣光的信念。遵命，大主教。行动！你苦修这么多年，很少人能像你这么勤奋。唯有如此，我才能持续进步。大主教，您好像有心事。兽人部落攻破了暴风城，这样的惨况让我忧心忡忡。联盟需要的不只是信仰，我们还得强化力量才能生存下去。为了国王，搞定！完工了！为了国王！哦！这个是为我跳跳。需净化太阳气。这块蛋糕有毒了，准备行动。圣光的恩典，你是圣光选上的人。哎，那是我的蛋糕。你看到几支箭头啊？准备好了，长官。圣光就是我们的力量。我最喜欢认真。听好。
为了度过这场战争，教会需要新的组织，新的保卫者，那就是圣骑士。你将成为组织的第一人，我仅此册封你为白银之手骑士。这是无上的荣耀，我一定不会辜负您的。我的力量与信仰逐渐成长，当部落进逼罗德隆首都时，我已经准备好投入守城之战。我热爱我的家园与同胞，只要还有一口气在，我就无法漠视他们遭到围攻。乌瑟，对上奥格林。恶徒，给我退一下！除非我们攻下这座城市，不然战争不会结束。一定要守住城墙。全体圣骑士会和你并肩作战，联盟必定会坚守到底。我们一定会的，图拉扬。准备行动。在拖延灭亡的宿命，你没资格跟我谈什么宿命，绿皮蛮族。召唤恶魔有一定风险，签约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。如果坚持的话，你的什么？荣耀，我准备好了，我还没准备好。军队内讧了，邪恶正在考验我们。
我来为你照亮道路。时候到了，做得好，我们逼退敌人了。我要把他们赶回该死的黑暗之门。为了圣光，时候到了。我们赢了，部落撤退回山里头了。你的表现十分英勇，圣骑士。谢谢您的称赞，陛下。我们追击部落，来到他们在黑石山的藏身之处。他们在山里修筑了一座固若金汤的要塞。我们鼓起了勇气，正面和他们迎击。五色，对上瓦洛克。人类，你们在这里没有优势。正义是我唯一需要的优势。早就逆转了，少了你的部队，你丝毫没有胜算。古尔丹的背叛不干你的事。进攻！进攻！人类又弱又蠢，真是可怜。我才要可怜你们这些不了解圣光的怪物。哦，为黑石氏族献上荣耀。你好啊！前来报道，莫问雷。前来报道，进攻。前来报道。我只能说，你的确是个心怀荣耀、信念坚定的人。看来你很不习惯这样的人呐。前来报道，为了国王。前来报道，进化吧。进攻，为了荣耀。
我们又得撤退了，但是我们一定会再见面的，你给我记好了。要逃要躲都随便你，联盟一定会把你们都揪出来。尽管我们接连获胜，甚至还俘虏了他们的首领末日锤，我们却不晓得该如何结束这场战争。因此，当剩余的部落集结在黑暗之门时，我们显然得要摧毁它。无色，对上黑暗之门，全力攻打黑暗之门，但要小心，别被部落援军包围。了解。完工了。你给我冲锋！他的另一侧还有其他世界，你有办法想象吗？我宁愿不多想。一点点痛苦就能有很大的效果。让痛苦跟我对话。完工了。有好东西要跟你分享。来报告。带来痛苦吧。等黑暗之门的破绽一出现，卡德加就能摧毁他。我会确保他有出手的机会。解决他。长牙，小心，黑暗之门召唤的敌人越来越强了。
要相信圣光。准备上路。要万鬼皆挡住他。巨头，来这里。准备好了，长官，你坚持。你要什么？上阵了，那不是有效的目标。如果你坚持，如果你坚持，不要招惹长牙。动手！
谢圣光，我们成功了，我们终于安全了。近几年来，泰瑞纳斯国王把教导他儿子阿萨斯王子的重责大任托付给我。我不再年轻，但是协助那孩子成长茁壮，是我持续努力的动力。而当兽人又开始作乱的时候，我们立刻展开行动。无色，对上黑石大剑师。大剑师，把村民交出来。他们还有其他的用处，我不会让你得逞的。那我们就去杀光那群怪物。阿萨斯，别忘了我们是圣骑士，复仇不是我们应有的行为。如果我们被情绪影响大开杀戒，我们就和兽人没什么两样。强化防御就是最好的防御。兽人，杀光他们！王到底有没有在听我说话？为了正义，铲除一切邪恶。除一切邪恶，来报道。为了正义，已经很棒了，只是有点急躁，应该要三思而后行。既然我已经很棒了，何必还要想那么多？因为我说了算，为了正义。人皮背叛，雪碧在召唤我，我来为你照亮道路。
为了正义。给我滚回去！为了正义。为了正义，为了圣光，偷打麦造，为了圣光。为了正义，我来为你照亮道路。铲除一切邪恶，偷打麦造。铲除一切邪恶。孩子，你做得很好，这场仗赢得漂亮。这我不太确定，乌瑟。兽人打算召唤恶魔。保持信念，我们在很久之前就打倒那些恶魔了，他们已经消失了。我猜对了，兽人还不是真正的威胁。有更严重的事情正在酝酿。事情的开端是珍娜·普劳德·摩尔跑来警告我，阿萨斯在壁炉谷的村落遭到攻击。我立刻赶过去帮他，不然我还能怎么办呢？五色，对上范宁。为了罗德龙，为了国王。乌瑟，你来的正是时候。还不到庆祝的时候，孩子，这场仗还没打完呢。全部冻死。或早或晚都要臣服。为了正义。这是什么怪物？是天谴军统领，他们腐化村民的谷物来散播瘟疫，而且死者都会加入他们。我们知道很多人都生病，但是不知道原因。为了正义，铲除一切邪恶。前来报告，
马尔加尼斯正在看着。铲除一切邪恶！我的魔法会获胜。压抑，你居然能撑这么久，无色，我可是尽了全力。现在还不是得意松懈的时候，眼前的难题才刚开始。前来报道，全体备战。为了正义。一个一个都转化了，必须踏过我的尸体呀！进攻！我准备好了。雪碧在召唤我。我们应该直接拿下他们的首领。有必要的话，我自己去斯坦索姆杀了马尔加尼斯。放轻松点，孩子，光靠你一个人没办法杀死他。不管你来不来，我都非去不可。尽管满心忧虑，我还是跟着那孩子来到斯坦索姆。这一趟路途十分凶险，到处都是天谴军团的怪物。我相信阿萨斯，相信他的善良，我不能弃他于不顾，我一定得找到他。乌瑟，对上马尔加尼斯。阿萨斯抛下了离开他吧，想都别想，我不会让你伤害他的。就算你活着赶到斯坦索姆，他也听不进你说的话。闭嘴！你不了解他的本性，但是我懂。前来报道。我绝不会放弃。为了圣光，前来报道。为了巫妖王，
能这么做。进攻！进攻！为了圣光！你的自尊心会害死你。我不能这么做。呼呼，为了正义，蜘蛛群不会灭亡。为了正义，为了正义，我找到新的力量来源了。我只会越来越致命。为了巫妖王，不堪一击。纯迹，已经来不及了，乌瑟。这些居民都被感染了，我们得清除这整座城市。你怎么会产生这种想法？我不能接受这个命令。那我只能认定你要叛国了，滚出我的视线！你刚刚越过了一条可怕的界限，阿萨斯。抱歉，阿萨斯，我无法看着你做出这种事。从那天开始，有道挥之不去的黑暗笼罩着阿萨斯，他甚至背叛了自己的父亲泰瑞纳斯国王。那时候，我才惊觉，我最可怕的对手
竟然是自己亲手拉拔要追随圣光的孩子，但是我的信仰依然没有动摇。无色，对上阿萨斯。你的父亲已经统治这片土地70年了，但你只用了几天就让他的一切化为乌有。很戏剧化吧，无色。我保证会让你死得痛快。性命，你是可以。黑暗之道是我的使命。为了正义，嘟嘟，乖乖嘟。为什么你会变成这样？说不定是因为你教得太烂了。
我来为你照亮道路。为了正义，灵魂啊，我会指引你们。这样写的。要我下地狱吗？我可能会长生不死哦。你会觉得我失败了，但是当我闭上眼睛，我只看见圣光。我清楚记得每个奋斗的目标，还有每个我爱的效忠的对象，而且我知道我没有辜负自己。我受到信仰祝福，也为了信仰奋战。
我还以为现在应该会有点感触。